我是一名石匠，这石窟就是我的归宿。乱世初定，高僧谭耀受领皇命，带领我等百工技巧再次营造石窟造像。当我触碰到五洲山上那粒粒沙石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余生将在这里度过。历时五年，我们雕凿出最早的一批窟群，你们称之为谭耀五窟。这石窟，世人在此追寻信仰，我们工匠则更多是追求技艺。执法一的佛手，就让他充满肌肉，刚劲有力；而禅定的双手，要表现出深沉安宁，足以安抚人心。打磨佛的表情最为耗时，在这乱世，佛就是众生的精神寄托。我们最终为佛陀雕造出了微笑。我们想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在瞬间忘记尘世纷扰，享受着慈悲的美，希望的光。看着渐渐繁荣的天下，我们决心雕造出一批足以震撼世界的华丽窟群。没有放过岩壁上的任何一处空间，我们在整个洞壁及洞顶雕满了造像。是角落，也雕凿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。这场音乐盛宴，是我们为平城这个天下的中心专门设计修造。祭月天们吹奏着捍卫的琴、筝、笙，也轻弹起西域的箜篌、琵琶。我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。现代的人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，将佛陀们那慈悲的美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。这寄托了我们全部生命和精神的艺术作品，将由此走出洞窟，被世界的人们共同见证。